主料，鸡蛋三个，萝卜干50克，辅料油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萝卜干泡水，洗干净备用，加在鸡蛋里，搅拌均匀。萝卜干本身有咸，不用放盐了，起油锅，倒入打好的鸡蛋，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，萝卜干要先泡水，一般的萝卜干都太咸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Follow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